人本来就很重视隐私权，何必要在那边小题大做？没有重视在地文化，我一看到我超火的，我的手机都被抢走了，我要尊重。你是没有先去念书啊？说我没有拍到里面的人，我只是在拍街景。忽然卖咖啡的这个店员就直接把我手机这样抢走。他抢走的当下，我真的有吓到，因为我就跟你讲说我没有拍到你，应该是听不懂吧？超生气耶！他是比较小间的那种杂货铺，我就靠近那间店，想说买一杯咖啡，因为我还蛮喜欢阿拉伯咖啡，阿拉伯咖啡好浓好香。问他说：“哎，我要一杯咖啡。”结果那一个卖咖啡的阿拉伯人呢，就跟里面的店员就是用阿拉伯语在讲什么，就是。感觉很像说他刚刚用手机在拍我们的店，我就赶快用英文跟他解释说我没有拍到里面的人，我只是在拍街景，那如果你介意的话我可以把影片删掉。忽然卖咖啡的这个店员就直接把我手机这样抢走。他抢走的当下我真的有吓到，因为在我眼中的德国人其实没有这么，我觉得他很直接，可是他们不会这么不礼貌，他就直接点我的相簿。哦好厉害，他点我的相簿，把我手机里面的影片删掉。我跟他删，他根本没有看，因为速度很快。我很气啊，我就跟他大叫说：“还我的手机，不然我要叫 911， I'll call the police， I'll call 911。”结果他们就傻眼，他们就是可能吓到，在德国报警不是 911， 是110。我觉得很丢脸。当地人本来就很重视隐私权。何必要在那边小题大做？你没有重视在地文化。我一看到我超火的，什么叫做我不尊重在地的文化？小题大做，我的手机都被抢走了，我要尊重。然后他还祝我说，类似就是最后 ending， 因为可能不开心吧，然后就祝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观里。我才要祝你狭隘，我才要祝你永远狭隘。什么叫活在我的世界观里？你是不是要先去念书啊？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？你觉得在现场是谁？是我还是新闻媒体？越想越气。